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今天硬是要开箱，要开箱的是这个叫做 Stanza 的三层推车。在 PC Home 呢，它是写德国什么 Stanza， 那到底是不是德国的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它在特价，所以詹姆士就买了。好，看一下它的外箱，詹姆士买的是蓝色的。好，它就直接整个箱子寄过来，看一下。然后净重5公斤，它是铁跟塑料。哦，看这个伪制商呢，好像是网路家庭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，好像这是 PC 用，它自己是伪制商吧。啊，产地中国，2019年9月，去年制造的。然后这个比较好的呢，是它原本就附一个塑料的上盖，那其他的可能都是要再另外购买。那像网拍呢，有一些是木头的上盖，那个一个可能就要100多、200多了。好，这应该是中层的，那还附另外一个挂篮，还不错。好，看这边就是全部的配件，篮子。然后篮子原本詹姆士以为它是塑胶制的，结果它是铁制的。好，轮子，它是有附刹车的哦。就是可以刹车的轮子，两个可以刹车，两个不行。好，它的一些螺丝，好，这个是铁管，它的挂篮，一个塑料的上盖。好，组装 ，Go！ 好，按照组装图，我们把它给组起来哟。
噔噔，组装完成，大概十分钟的组装时间。好，今天这个三层推车的开箱就到这边咯，我是詹姆士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